戴上橡胶手套，关闭三头活塞，开着真空泵和氮气，将真空双排管所使用低温管放入保温瓶，将液态氮倒入保温瓶，用毛巾包裹保温瓶口，用真空橡胶管将希莱克瓶连接到真空双排管上，打开希莱克瓶的活塞，慢慢地转动三头活塞，将希莱克瓶抽真空，慢慢地将三头活塞转动180度，将氮气放入希莱克瓶，将上述抽真空和放气过程重复三次。